没有。是啊，为什么他十几亿的这个缆车会出问题？那这不代表什么，这就代表他弊端无穷尽。哎，大家拢对那底下就是对的。三几亿的无代志，十几亿的出代志，这看了贵啊呀。嗯，是。对不对？是。哦，我希望恁大家吼、哦，提出咱台湾哦，台湾人的个性，台湾人本身就是啊勤俭的这个迄路，卖好你搁浪费钱啊。嗯嗯嗯。搁浪费钱，对台湾的百姓，对台湾的子孙，我都交代吗？嗯嗯，好。好，对吧？了解，好，谢谢，多谢，谢多谢。来，台北吴小姐，吴小姐你好。啊，全国各位大德大家好。你好，嘿。去年有人谈了一整年的道德啊，宁可餐风露宿，不拼经济，瘫痪社会人心秩序。现在回头论经济，说谈特别费是为了操作选举，是愚蠢的话题。请问 T 台的主持人和支持者，是谁用道德拉开愚蠢的序幕？现在是谁不能以膳食一瓢饮过道德的生活呢？嗯，现在又把评论侯宽仁的角度切入，变成办案能力不足、问案方式不对、推诿变造的责任追究，煽动人民其心可疑。有位女士说，马英九在行菩萨道，把他的言行回顾一遍，可怜的马英九走在无间道，行政事务一问三不知，通通不知道，只知道钱一拨下来就赶快进账户，不办事，不布施出去，哪来的菩萨道？他的市长接班人更是高明，选举时就已经定掉了，他以后大概会不管发生任何事，他都会用上帝来也没有用回答大家。谢谢。是，好，来冈山的陈先生，陈先六，陈先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你好，陈先。啊，那个猫软一定有弊端，可以去查查看的、啊。嗯嗯嗯。哎、欸，然后回一下刚才那个国民党那个说了，没有错，吴淑珍他们如果贪污，我们真的要去好好查。嗯。没有错，啊，马先生如果贪污，我们也要去查。嗯嗯。你说国民党先做有多好？没有错了，真的很好。黑金贪污真的做得很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嗯。啊，你们民进党到执政到现在都没有作为，就是因为你们国会的多数暴力嘛，嗯嗯嗯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多票啊，人家进行人身法案，你们也不让他过，嗯、啊，不过你们就在登报纸说啊，你看民进党又怎么样怎么样，嗯啊，谎话一大堆啊，话都是你们在说的，嗯、我不信国民党以前真的做得很好啦，贪、嗯、污黑金真的做得很好，没有错啊，哦，哎呀，对，他做马人哦，我觉得是。去之后一定要戴那个安全帽，还有降落伞呐、啊，对啊，真的啦。啊，如果掉下去，马先生不是说他政绩做得很好吗？嗯、啊，如果掉下去要怎么办？是。啊，现在问题出来了，人家去问他说，哎、欸，不关他的事，去问台北市长郝柏兵。嗯嗯嗯。真笑的，啊，好容易你走，啊，派红党来你当。好嘞，好。真笑的。陈先生，来新营的刘先生，刘先你好，刘先。哎，你好，嘿。哎，刘先，请说，嘿。来，刘先。哎，翁兄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哈。我有三个问题哦，第一个就是讲哦，猫卵是怎样做的？啊，春晚嘛吼，啊，迄个小鸡蛋怎样做的？嘛是春晚嘛吼，啊，较早大字叫魏永刚进来无吼，请问大家谁做的？嗯，嘛是春晚嘛吼，啊，为什么那么巧合？请你们回答。小巨蛋好像不是春园吧？也是吗？嗯，那是不是小巨蛋不是春园？刚过春园做的哎。啊？是吧？春园。我记得了哈，我记得小巨蛋好像跟春园没有关系了哈。嘿，是有些多谢哈。嘿，来北投的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生。大家好哈。陈先生，你好。我感觉这个减灾计是头螺丝哈，在这过去都有啊，咱过去买这个这样的车厢都无挂外把了啊。嗯。哦，外把无这顺和旁啊这啊，而且想讲我，所以我感觉一直认为啦，民进党的议员算八年来无及格啦。如果若大家像曾议员安尼吼，安尼大家一直对，我想效果就较好啦。过去那里台风三点半淹水淹啊安尼，买公共汽车淹水，迄款凶个刹车过安尼新鲜嘛会当收啦。啊，结果这个马英九八年来做几项都工程，结果。小鸡蛋什么党出问题？八年来我唔知民进党市议员咧做啥物嘢，是唔是我那共款和谐共生？和谐共生是大家哪有安尼？大家公家和谐共生，哪军列军有钱公家分，按大家代志就得去。啊，所以啊，咱若一个人若怀疑讲民进党，若甲因讲，因就讲咱媒体都无开，媒体无不公，媒体话讲，伫选举的时阵，一个地区小块地区办这个演讲会，办到安尼
遐尼多，恁的会期结束，那如果每一个区来办一个说明会，让人民知影，讲咱台北市政府做啥物，咱的公共建设做了好歹。安尼人民嘛真清楚，人民会对恁民进党是议员安尼做。你听听，即那选举时阵要爱人民的选票，恁要每一届叫阮含泪投票，阮是足艰苦的呢。阮是希望讲，互恁民进党执政，民进党着爱改善所有过去国民党的歹处。那互民，恁民进党做好，自然人民看你有诶时阵，即张票要当目睭要。要看这张票要等，就是足简单的，上恁的标志给恁等。多谢吼，多谢啦吼。我想认真的也是有啦吼，啊，包括张议员在内，我知影吼。但是我是感觉讲要无够啦，吼，要无够。今仔日有人安尼甲我讲嘛，讲啊，遐济弊案，遐济弊端，民进党的立委到底伫倒位？老实讲，因感觉讲啥，撒开根本就无够嘛。含国民党，你最少民进党的完全无共款，吼，这是真侪人的感受。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，吼，啊，你这个战争内底媒体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？今日马英九对媒体的态度是什么？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啦，先休息进广告。小巨蛋。